乡亲朋友，还有县长、市长、老师、同学们，晚安。OK， 好，非常好，我是今天晚会的主持人乃辰。那国立台湾海洋大学2019传爱马祖公益音乐会今天就要开始。那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些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在这边举办音乐会，真的要非常谢谢、很多人。当然包含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张清峰张校长给我们的鼓励及支持，我们先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大家好，大家晚安。还有来自湖南大学毛教授啊，是我啊毛教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学生从8月27号来到这边，接受我们刘县长以及刘县长所有的团队跟议会大家的支持，市议员、议长、副议长。所有乡亲好朋友支持下，我们非常顺利开张，我们逐渐融入社区，跟我们所有马祖乡亲跟我们县长带领下，我们融合在一起，传爱马祖。我们做公益，我们甚至把伊甸基金会引进来，我们今天一共收集了将近3000张的发票，2800多张，非常谢谢所有乡亲、所有邻居、所有马祖大家好朋友以及学生。我们 Seven Eleven 几乎被我们买空了，报告县长，几乎买空了，所以呢，大家呢捐了2900多张的发票，马祖的北班，谢谢所有乡亲好朋友的支持，谢谢县长的大力的支持。谢谢我们市议会、我们县议会的支持，我们海洋大学会更努力，让海洋大学在马祖变成我们中华民国所有的大学里面小美国际性小美的大学。我在海洋大学做了不少的事情，但是最重要、最值得骄傲，就是在马祖生根。谢谢。好，我们谢谢张校长。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县长好。接下来一定是有非常精彩的节目啊！其实我不应该再讲话，但是有许多的感动啊，还是要表达一下。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啊，马祖校区的进度啊，真的是马祖要升的一个重要指标啊。那我对海洋大学进度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视，也非常的有很高的经验。8月28号到9月19号开学进来以后，其实我可以说啊，真的是不断的惊奇啊，让我真的是深深的感动啊，真的是超出我预期的许多的能量。对大学生这种蓬勃的朝气，给社会带来不断提升的能量，让我非常的感动。我相信所有在座的乡亲跟我的感觉一样，进入这个校区，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场面，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质感啊，大家一定都深深的感动。那我也更看到我们台大的学生啊，有一半啊要当我们国中小的客服老师啊，客服老师，我想这对我们的教育发展是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另外，前两天我们办第一次的台湾国际木球公开赛啊，有15个国家的各地选手来参加，我们海大赞助了精彩的节目演出，还非常热情的跟所有国外的朋友啊一起啊展现啊大学生的热情啊，接下来还有在社区的活动，以及我们国际马拉松等等啊，还有今天的这个传爱马祖音乐会啊，我觉得是啊，真的让我们这社会啊。充满了一个蓬勃的朝气啊！我在这除了跟校长、跟所有的老师、跟所有同学说，真的非常的感谢，也非常的感动。我想我们只有全力以赴啊，跟海大一起合作啊，然后提升这个教学的品质，为学生创造更好、更优质的一个教学环境啊，一起打造一个非常。充满希望的一个未来，这是我们一定现在我会全力以赴的。我想我们会把海大当作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学生一样，所有的问题
我想我们各局是一定是全力配合，也当作最优先的一个问题来处理，把我们台大当作我们县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去推动的业务。我想在这里特别跟校长、跟所有的老师啊，还有所有的同学报告，那今天的晚会一定是精彩可期啊！那我相信大家都很期待看精彩的节目。那我的讲话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我们再次谢谢市长。好，谢谢。谢谢接下来仔细看，我稍微找一个地方，拿起刚刚这瓶水，慢慢的、慢慢的把水倒进去。
OK， 一滴不剩哦，一滴不剩，没错吧？好，接下来我要做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仔细看，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转，慢慢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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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OK， 水没有漏出来。好，这时候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报纸里面的情况，哦，它是干的，内页呢干的，哦，干的没错吧？OK， 干的干的，好，非常好。最后重点来了，重点来了。还记得刚刚那位妹妹选的什么颜色吗？咖啡色，没错吧？哦，妹妹，我应该没有强迫你吧？好，她摇头了，非常好，非常好。哦，所以这一瓶水就会变成咖啡色，谢谢大家。OK， 再次。好，我们掌声鼓励起来，他们带来第一首《Secret》。奇怪 ，With you party all night long， 内行人才懂。We get drunk, get high, all day fly in the sky. Hell no， 忘记家里有点大，厕所在中校东。播放清单有很多，你不会选罗大佑，就跟你说了放手，每天都有 energy。小城姑娘爱情戏很多，都叫 melody， 我都在 hip hop 过和威斯比汀飞行少女梦到我在龙滨取星期六实行奇迹，现在把妹美人像吴宗宪在给名片，有马叫像跳先生一样练得穿装备，一起招龙阿吉参加娃娃官发起项链，我玩老师歌手公会请上请去花店，有我了我了台北，我了台北 I'm calling， 我了我了台北，我了台北 I'm showing。人生困顿疑惑丛生，你也是个有故事的人，仰望一生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
我又何必把泪啰嗦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